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Electrico。如果你是订阅者，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；如果你不是，我会要求你点击订阅底部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只是想自保，这边评论不是给你独自的特别建议。我们所以做的只是介绍最近介入市场的项目，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正在评论一种叫做是 safety， 是 safety 是在中文是安全，欢迎来到安全的多方地方生态无限两界。然后呢，中林活动，然后呢，在这里是中林活动，坚持多次人数次发烧 SFT 在在必发现实战是这个，在然后呢，有虽然小数活动公开说。结合 SFT 代币双脚生态，这个2021年，然后呢，有优势活动，数据启动前的 SFT 代币小说开发机会是10月10号至10月21号，然后呢。有SFT， 他们卖是25万，然后呢，有公开发售获得 SFT 代币多时区在30号10月2021年，然后有两个天。现在他们是谁？Safety 还有安全是一个绝必安全能量的 DeFi 生态启动，只剩在 SafeBot 加密货币情报中。他们的目标是在加密市场提供全新且用户友好的权益。然后呢，他们的优势。安全编制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，安全是 SafeBot 多网路钱包上的一个的开发项目，所以参与 Safety 时，用户在需要安装一个钱包平台即可，希望是安全的基建。降低笔数，在需要不同的钱包界面上操作的方向，并且有SafeBot 只是20多个区块联合事件中不同的代币，引起不同区块链上的所有数据者上将计算存储和同步在钱包中。然后呢，在他们的服务，第一个是 NFT 游戏，他们通过应用区块链技术开发了一款非常舒心的游戏界面，创新游戏中的每一件物品都将以 NFT 的形式。数字化玩家可以进行交易或计算转化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反应，反应是一个允许用户使用关于证明POS 算法在正能量上为主 SFT 代币的平台，我出的代币数量将拒绝又将降低 SFT 代币数量，系统快折算并直接将新代币发货到用户的个人钱包中。然后呢，第三个
第三个是锦鲤，然后有住有苏木房站的行动用户多金获得。然后呢，第四个是金库，他们的专业用管家，他们的金库了，地方用户的可以放优先。他们的第六个距离，安装在一个社区假设生产系统，所有用户在参与是获得公平，并通过投票来决定项目的方式。然后呢，现在两家传奇社区目前情报已在100多个国家地区，数量是高20万4下载和50万个钱包账户，随后有正式及时合作伙伴完善他们周围的生态系统，随后很久后能够成为在随后钱包上过间大的兴趣项目。然后呢，国内一间钱包彼岸肚子的第一个是人家钱包，然后呢，无论您做到哪里时钟，然后呢，安装的活的博户，然后呢，第125独立安装零件，正随着书房上期多层安装上线，这会指示你们可以买在这里。在这里你们可以观念加密下看数字可以在这里。然后呢创建证明可以确保公平和多名，我限制过设计完全安全的交友。然后呢我下机只能合于一切包的加一，这是世上问题，转向深深的问题和我们的决计法案。第一个是周星化平台解约方案，去中民化平台。然后呢，为了客户中化化金融的别动，他们的或是别动灭除了去中心化金融，我们一时多通过应用区块链技术在生态系统中有代币代替。然后呢，在第二个社区无法决定解决方案，社区交际到新平台。然后呢，在 Safety 用户只需安装 SafeVault 钱包并设置一个生态系统，无需验证身份或等待。然后第三个是没有明确的奖励机制，解决方案明确的奖励机制，整个社区贡献的奖励机制是由安装团队在专门会议上奖励的，一定删除和再出赛股的白底。然后呢，代币翻牌。第二个是中期论5%虽然小时一书公开发书是22%，公开1%，个人5%，他们的就获得是10%，生态系统50%，储备中是10%，营销10%。然后呢，他们的路线图在21年1月概念开始安全平台开发，
21年5月将与将有学生离婚的，2021年7个月设置平台设置和结束，然后呢，2021年8月中继论第一个面向江西组织人，然后呢，在9月虽然小数正式，然后呢，门开发广告启动管理。在10月，预售销售计划启动转换，11个月公开发售提供 NFTs，然后在12个月启动能力，这是他们的G 的系列的货车品里面认识 Binance Smart Chain Pancake Swap KuCoin。然后呢，我们的 G 的系列的货车伙伴，你们可以联系他们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现在我们去看看他们的 Telegram，然后他们的 Twitter。在他们的 Telegram，他们有49,000人，然后在他们的 Twitter，他们有9,000人。所以呢，Crypto，我所以伙伴们，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希望下次见到你别忘了关注他们的电报和推特，还有我们的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，找个好知己。